上位诏书。内容您不必知道，快点盖上玉玺，快点盖上玉玺。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事，即使再怎么困难还是要做到。假如燕铁知道这件事，就连才人娘娘跟陛下都可能陷入危险。您看来气色很好。谢谢您了，王玉公，您会埋怨我吗？也不要流下眼泪，坦荡荡地走自己的路，我也一样会如此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齐皇后。